位亲友们，各位长辈们，我是金慧，我目前还在武汉汉口这个疫区，我向大家汇报一下，目前我们整个湖北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次。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如果说他没有被有效的隔离的话，或者说进行有效的治疗的话，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现在正值春节假期之际，天南地北的亲戚朋友子女都往家里赶，都是为了合家团圆，在一起吃一顿团年饭。现在情况特殊，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不要聚会，不要聚餐，春节年年有，只要人平安，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一起。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湖北省医疗物资情况。现在武汉市整个医疗系统及湖北省的整个医疗系统都已经越过了我们的上级、卫计委及各个行政部门、市政府、省政府，透过各大媒体，在向社会发起物资募捐。这个物资是医疗物资，比如说我现在戴的护目镜，戴的一次性的口罩，戴的一次性的手套，身上穿的这个隔离衣，甚至是隔离裤。这个物资特别精确，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凡是从临床下来的，现在全部都有重新上了一线。我现在相当于就是在火线上给大家录这个录像，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警觉。我再强调一次，春节放假期间不要出门，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待着，要不然我在前方拼命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让我的我的亲人他们健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也知道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请看到我这则消息的人相互打电话，相互通知，一定要做到。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认识，这是一个政治任务。而且报告给大家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消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发生第2代变异了，也就是说，在第1代变异的时候，我们可以对症治疗。那么在发生第2代变异的时候，这是要命的。那它的感染几率就不是一个人传染，一个人得上的这种病，传染身边14个人，那么它是呈爆发性质的。我望大家一定要牢记，不要出门，不要串门，不要集会，不要聚餐。谢谢大家。